民歌偶时期大户人家的最爱。各位老铁，大家看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。首先转一圈啊，这是干嘛使的呀？这是一个皮箱啊，但是已经成这样了。你能想到它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东西吗？接下来我们打开它看一下。首先先看这个，看到这些东西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打开，满满的怀旧感。小狗牌，再把它拿下来。首先我们操作一下了，把这个东西开始拖拉机，尤其是现在特别有感觉啊。